到这个位置，校友阁安怎建议？苦口婆心，我会记我顶边嘛讲吼，我是一个真良心的呼吁，讲吼，希望当事会悬崖勒马，卖讲最近阁去做真侪即落无应该做的动作，比如讲当事会来通过啥物校长的管理的考核的办法，校长管理考核办法，这是就是要架空校长嘛。校长，你若唔听话，我就用这个管理办法，我要甲你记过。哎，敢若袂输，要甲退学同款。意思讲，虽然我聘你做校长有任期，不过这任期当中，你若无听话、唔配合，我随时开会讲你有问题，我就要甲你换掉啊。哎，全台湾无一间医学院是安尼来对付校长的，嘛无一间国立学校敢安尼对付校长的。所以，比私立大学内底。高一是做一个真歹的模范，予人感觉着讲，即当时话完全无咧尊重学者，也无咧尊重学术，也无咧尊重校友，啊，就是完全要照家己的意思，安尼翻查加入查。啊，邓建仁呢，伊阁欺骗校友，伊讲当时话是单家的，毋过伊阁甲校友讲吼，好啦，恁既然要求要增加即个当时话名额。啊，予一挂校友会推荐的校友入来，我会去当事会提案，吼、哦、来解决这个问题。结果最近的当事会改选当事，伊嘛无提案，伊嘛无照伊甲校友会承诺的讲吼，伊、哦、要来扩充这个当事会的名额，哦，所以伊照常维持高薪，啊，不但是安尼，佫将内底本来啊，较。一旦欢迎校友心声的一个曾清凯曾教授，因为曾教授是有人高一创校，就对杜聪明来个高一的一个教授，伊有表示反对讲，说这种校长的管理考核办法是唔对的，伊认为这样呢对校长是一个无尊重，对校学术对教授来讲，这种违背这个校园的这个教授治校，还是这个校园自主的精神。结果伊个当时同换掉啊，就换一个我拄只讲个真有争议性个即种个校友，听话个御用校友入面。所以即种个做法，我想这是伫予高一个学生、教职员含校友不得不认真来思考面对即个所谓转型正义个问题。我感觉台湾社会最近一直伫讨论即个转型正义。因为过去威权的时代，也是独裁，而这个时代过去啊，即马是一个民主的政权的时代，全世界拢同款，对独裁过度来民主，也是讲对威权进步到民主的威权时代，真侪无合理、无合法，也是讲无应该、无符合社会公义的代志，爱来甲伊纠正过来。所以咱看到有咧讲要追讨党产不当的党产。也是不当的政府财产，即个讲过去国民党长期执政的时呢，共占足侪无应该有的东西，可能是接受日本人的，可能是占用台湾人的物件财产，共霸占，结果六十年了，煞要变因私人的，因一党的，啊，所以即都爱甲拖落转来，啊，像讲国民党伊附属的一挂机构，像救国团。大家过去拢知影，啊，救国团蒋经国说的，伊个时代是威权的时代，无人敢讲一句话，所以全台湾所有风景区上水的所在，拢有救国团占去，诶，即个办公室啦，伊的即个场所，但是，迄毋是因的财产啦，迄是台湾人民、台湾社会的，迄即马都要叫伊行的嘛。敢那妇联会，这是过去宋美龄说的，哦，结果。妇联会是一个妇女团体尔，民间的组织，竟然过去会当扣税金，要求所有台湾的企业进口物件时，都要纳税金给妇联会。欸，这是过去讲起来足无合理、无合法的代志。所以即马，民进党重新执政，小英政府要开始，国会民进党也过半数。大家社会拢有一个期待，就是讲对这个过去做唔对的代志也好，侵占人民的财产，也是讲过去无经过审判，黑白人掠人，
甚至过去二八事件、白色恐怖的时代，真侪人受冤枉，这些人拢应该甲因平反，也是甲因赔偿。啊，过去做唔到代志，爱甲伊对起。伫整个台湾社会在面临这个转型正义的这个呼声的时候，我感觉讲高一的人要来思考这个问题，就是讲高一的转型正义伫对。高一嘛是，首先咱要问一句讲，高一是啥个？高一是高一的人个。什么叫做高一的人？高一的人就是高一的学生、高一的校友、高一的教职员嘛。六十年以来，高一这间学校会当安尼壮大起来，到今对社会有贡献，就是这些老师教出来学生，啊，这些校友伫社会的表现，这就是高一的资产，这嘛是高一上重要啊，替社会贡献的所在。所以高一是属台湾社会的，高一是一个社会的公共财，高一是高一的人的，高一根本不是单家。照咱顶员讲的，单家无出过一家人。陈家毋捌贡献过任何一份力量。六十年来，颠倒陈家利用董事会完全的掌握，对国一起足侪好处。这六十年来，富士病院的采购，董事会起偌侪好处。这六十年来，董事会对国一的学生身躯顶赚偌侪钱去。咱今日是不是都要来思考这个问题？所以我感觉讲，高一若有若含规个社会同款会进步，进入这个转型正义的时代的时，高一的人应该蛮发起一个还我高一运动，还我高一的运动，追讨不当的陈家家产，校产不是陈家家产，高一不是陈家的，所以过去陈家霸占去，无应该有的应该还倒来，和高一的人家己来处理。高一的校友绝对有能力，高一的教职员学生绝对有能力，用上届民主符合社会公义的方法去组成一个新的董事会，真正把高一行动来给台湾社会，行动来给高一的人。我感觉安尼才是高一啊，未来要搁进一步，搁较健康的发展，还是讲要搁较进步呢？这是一个上重要的一个基础。假使这步无做，我想高一就会一直沉沦落，就敢若像这几年一二十年来，高一本来是全台湾第二志愿的医学院，那到今仔日已经变第六志愿、第七志愿去。高一校友对这个代志，其实心肝内拢有讲袂出来的不准和沉重。杜聪明先生当初要设立高一的时候，伊是讲咱要做世界第一流的台。今不但无可能世界第一流，连台湾第一流都做袂到，这是啥物人的证据？我认为这就是这个董事会因上过私心，无要引进人才，无要引进社会资源，甚至董事会家己啥物资源都拢唔退转。一旦甲伊伫南台湾遐多的土地，第一大的好业人，竟然讲霸占一个学校六十年，无摕到半角钱。佮对这个学校提遐侪好处去，佮要将病院当作引导家己的纪念病院，我感觉这拢是错误的做法。所以，伫这个所在，我最后也是佮一遍呼吁，就是讲吼，若要落实这个台湾规个社会转型正义，高一应该幸福高一啦，高一应该幸福规个台湾社会，陈家应该彻底退出这个高一的董事会，安尼。确实有符合这个社会的公道，嘛真正讲啊，最近啊，伫民部一连串的这些文章，大家拢是真苦口婆心、足诚意，伫甲陈家提醒也好、呼吁也好，希望因做一件真正至少都对家己的良心对得起的这个代志。唔过，我看目前陈家的这个做法是拄啊倒头病。因就是要甲将高一当作家己的财产，啊，完全要控制高一，干那要摕好处，完全无咧想着学校的发展，啊，无咧管校友的这个呼声。那安尼，我相信讲，台湾的历史，社会在向前行的时候，感觉嘛是会让这个时代的潮流给淘汰掉，高一的校友内底。
有良心、有勇气的，高一的学生内底有良心、有勇气的，高一的教职员内底有良心、有勇气的人，一定到尾啊会站出来，发起这个还我高一运动，落实转型正义，陈家退出高一董事会的这个运动的，我相信真紧啊，都会伫这个南台湾的社会出现。啊嘛，希望讲啊，所有民部的这个读者啦，还是讲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嘛，做伙关心这个代志，因为这不是高一一间学校家己的代志，台湾真侪私立学校可能拢有这种共同的现象，甲校产变家产，甲公共财变私人的财产，这拢是违反社会正义的代志，所以咱的社会共同来关心这个代志，我相信啊，对高一的老师、学生、毕业生来讲，啊，嘛是阮真感激的一个代志，多谢。